其实台糖长荣酒店哦，从2007年开始这个座山光旅活动，我觉得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而且最大的一个精神，我觉得是唤起大家对这个所谓弱势团体的一个重视。那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启智社会、用智社会的一个原理，然后我们办这个活动，从2007年到现在，我觉得已经受到好评，而且大家积极参与，而且这个活动来讲，越办越来越有越大家去共襄盛举。那尤其在疫情期间里面，大家更是深思严守来帮助这些工，尤其每次在看他们礼拜三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从那个表情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所谓付出一点爱心。那这一次我想唐氏基金呢，刚好是9个月的时间，虽然碰到了疫情，但是在后半段的时候，整个疫情稍微说舒缓的时候，大家的公益的一个所谓响应相当很不错，尤其这一次总共大概累积了大概有8000多个人的参与，那个23位刚好也达标了。那下一波我们希望是针对来帮助，我刚刚讲的那个唐氏基金会，我去刚才去观察以后，在他们的店里面最需要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设备设施。那我去看了说，因为希望他们这个设备是能永久的这个更永久永续经营，那最重要是帮助他们，刚好是恰到好处，而且说透过这样去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共鸣。那这一次是汉病疾病的基金会，也是希望就是说集资哦这一些基金来帮这些那个需要救治的这些医疗的，尤其汉病疾病是一种比较汉病，叫做汉病哦。那希望说透过这样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一个疾病的一个病友们，让他们啊，虽然就是说这些病友人的妈妈，他们其实都具备很多的才艺，那我们也希望就借由他们才艺做这一些手工的艺品。更我们希望说去帮忙他们啊，那让他们不但可以就是说受到可以这照顾他们自己的汉病哦，那我想也可以唤起大家对社会对这个汉病疾病的这些病友们多一点照顾。那这是我想台糖长荣酒店已经累积15年来，那后续我们还是会继续再做下去，希望这样的来帮助更多的团体。那目前已经累积有25个弱势团体，这个每一个团体最需要是一个萌芽，让社会更多人看到这些的弱势的团体，大家对这些弱势的团体更多的关怀在这个里面。